系华卓晴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三场赛事，四班千八大热，暂时系十准备，随时起步。好，嚟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咧，有呢只就超劲宝贝响中间啦，出边华卓晴都快，咁啊再见到响入边嘅马啦，领头先驱俾人压一压啦，内栏嘅芝加洛飞驹啊，响外边王者骄傲亦都走埋上去啊，大约跟住个中档嘅第六位啦，黄衫黄帽就系太阳之子啊，响内栏浅蓝帽咧就得胜多啊，出边蓝眼罩橙衫咧外搭啊，留下右后啲咯，嗰只飞马将军仲喺三搭啊，中间有夏日倾情大约尾四嘅，尾三内栏粉红帽极速满贯啦，暂时垫啦一队，香飘万里啦。八进笑声咧，红衫都要放弃头段啊，贴栏包尾嘅位置啊。好啦，转满贯弯嘅时候啦，前面放头嘅马匹咧系呢只超劲宝宝嘅，咁啊跟住响第二位啦，外边华卓晴嘅跟前，再见到第三内栏啊加洛飞驹啦，俾人顶，外边三搭咧就王者骄傲啊，顶佢嗰匹中间黄衫，咁啊就系领头先驱啦。内栏第六位咧仲有浅蓝帽嘅德胜多，第七位咧就太阳之子啊，后边五只马啦，外边咧有呢只就飞马将军啦，夏日倾情。内栏尾三有极速满贯啊，垫下一对红衫咧就系呢只八骏笑声，响佢外边咧就系嗰只香飘万里嚟噶。好啦，过埋呢个六百米段处咯，华卓晴自己出咗嚟先啊。咁啊，外边位置王者骄傲就跟佢走啊。内栏位置仲有超劲宝宝啊，褪咗落嚟第三、第四位嘅马出边打边啊，领头先驱入边灰马加洛飞驹啊，而出嚟中档咧仲有德胜多，等入边极速满贯掟出外边追嘅马咧仲有太阳之子噶。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华卓晴走甩咗个。个几马位啦，已经外边领头先驱上紧嚟啊，中间仲有王者骄傲啦，出边追仲有德胜多，入边嘅加洛飞驹啊，最后一百米到，华卓晴走甩咗个零身位噶啦，中间有领头先驱，出边上嚟嘅马八骏小丁同埋呢只就飞马将军接近终点，华卓晴赢马跑第二名，八骏小丁外边第三咧就飞马将军埋边有少少力弱，领头先驱咧就跑翻个第四啊，结果今场赛事嚟到谷草赢马，其实今季谷草嘅表现佢唔错嘅。华卓晴改变个跑法咧，跟前结果夜马第二名，缩在爆尾追上嚟，八骏笑声，飞马将军都完好三搭噶啦，第三、第四名系领头先驱。咁强方嘅赛绩，华卓晴谷草都未甩过，咁啊赢马好合理啊，咁啊巴道今晚帮蔡玉涵赢马啦，跑第二名就系呢只八骏笑声啦，第三名就飞马将军，第四话一度都以为有 Q 嘅领头先驱翻嚟第四。超值啦，六倍呢啲马，结果阿巴度啊，今马翻嚟睇下预计派彩，跑第一名系四号嘅华卓晴，对人派六十一蚊，位置派二十个半，跑第二名系三号八骏笑声，位置派三十一个半，跑第三名系五号飞马将军，位置派二十七个半，跑第四名就系九号嘅领头先驱，连赢三搭四派二百五十九蚊，二重彩四号三号顺序派五百一十八蚊，三重彩四号三号五号顺序派二千七百零一蚊，单贴就派六百七十三蚊。位置 Q 三搭四派八十八个半，四搭五派九十八蚊，三搭五派一百三十八个半。结果今季华卓晴第一场头马咧就喺谷草千八米攞得嘅。我哋都喺度讲，可能都唔系话即系咩转咗咩性能咧，谷草佢都唔使，之前都唔使跑，而系未被发掘出嚟啊嘛。咁泥地赢都咪跑泥地咯，泥地唔得一转嚟谷草，咁其实根本都未甩过。不过最奇怪即系点解今年啲泥地唔得咁解嘅啫，变咗你硬系好似硬住硬住啊嘛。咁你咪当重新认识佢啦，唯有系嘛？当今年先识呢只马，你就冇嗰啲泥地方喺度噶啦。转咗型啦，唔系巴塞先赢一场啦。咁啊，四连环嘅预计派彩，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九号派二千七百零六蚊。四重彩四号、三号、五号、九号顺序派五万九千三百三十九蚊。睇翻个直镜啦，
咁啊，其實大家出閘咧都冇乜話邊只係特別慢嘅，咁啊係王者驕傲咧都比較尷尬，八進笑聲咧佢就冇如我所估計咧就擺前啊拖後嘅，咁啊超勁寶寶都一如所料啦，自己慢走啦，咁啊華卓晴咪跟住你咯，今場啊稍為偏慢啲啦步速，沿途都三疊噶啦，就王者驕傲中間領頭先區入邊貼欄好好位嘅，呢個灰馬就加落飛區，中間咧太陽之子轉個彎一半已經散噶啦，入邊得勝多都蝕唔到啊飛馬。將軍啦，中間夏日傾情頂住佢啦，貼欄尾三咧就極速滿貫，殿後嗰對馬就係呢一隻香飄萬里，同埋咧就八進笑聲貼欄嘅。八進笑聲揾咗呢個位咧，有少尷尬啊！佢想出又出唔到啊，你就諗住中段走都走唔到，一路縮咗佢喺裏邊，係啊，直路先揾位，追得好勁噶，佢都轉追得係好多添啊，追好勁。因為呢度跑到對面直路頭，即係最後一千米左右啦，就前面個堆又甩開咗少少嘅。其實飛馬將軍咧出閘都有騎嘅，咁但係只馬唔係好夠快啦，變相稍流。咁但係你睇佢都蝕唔到嘅，全程都走出邊咧，但係翻到嚟咧佢都仲有個第三馬。八進笑聲呢度咧就見阿班德禮都心知不妙啊，想移出去，但係出邊嗰只咁大隻啊，走唔到出去。我華卓晴就我話夠氣啊，我走定出嚟先啦，已經你追我啦。其實嗰啲領頭先驅咧，即係你喺呢度話俾我知佢有第四，我都唔係好信嘅。已經有個位置係嘛？唔係啊，佢騎落去好似已經褪褪地啊！頭先擺側曬身啦，入到直路原來仲有機會追喎。一佢都試過跑過二千二，係可能有啲氣量，有啲氣量叫捱得住，因為入邊超勁寶寶翻到嚟嗰啲係散曬嘅。但係加洛飛區嗰啲位置打開曬，打落去冇反應㗎啫嘛。同埋見到啲騎師都幾刻意，有啲裝係飛出嚟中外疊嘅。第三場賽事到覆榜完畢，位置票派彩三搭四派八十八個半，四搭五派九十八蚊，三搭五派一百三十八個半。二重彩四號、三號順序派五百一十八蚊。四連環三號、四號、五號、九號派二千七百零六蚊。四重彩四號、三號、五號、九號順序派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九蚊。孖宝头关五号、尾关四号派二千二百八十八个半，头关五号、尾关三号派七百八十六蚊。第一号孖 T 头关四号、五号、六号、尾关三号、四号、五号派十二万七，派一百二十七万八千零三十八蚊啊！一百二十七万八千零三十八蚊。咁啊，第一号孖 T 仲唔晒嘅，三月十三号嘅第一号孖 T 咧会有多宝，咁到时会有超过五十一万嘅多宝彩金带到过去。我睇埋分段时间啦，头段十三秒八六，第二段二十三秒五三，第三段二十四秒四七，第四段二十四秒正，末段二十五秒一六，赛事完成时间一分五十一秒零二。